想做一个全能妈妈哎。如果我现在27岁，我就在想，那我多年轻美貌啊，有个小孩，然后还有机会成为辣妈。如果我还能回头的话，我真的这件事情我一定要提前10年做。去年27号那天，羊水就破掉了，我真的是拼了老命了，要镇定，多么不容易，37岁了，就等到这一刻，小孩怎么就哗一下就出来了，就一声哭。我都感觉自己能把他顺产生下来，我都给我自己点32个赞了，都已经。刚生孩子那天，其实没想到自己就会有初乳，但是竟然有，荣升自己做妈妈的那个感觉特别强烈，巨高兴。其实我每天都对自己挺担心的呀，怕就是奶水不够。坐月子的时候，我几乎是天天在哭的。1-2个小时他就醒一次，他不睡觉的，一饿他就塞奶头那种。有的时候其实我根本就是已经空掉了，但是没办法，我还得继续给他塞，好几次我都哭哎，就觉得自己的条件怎么那么差，不是一个合格的妈妈。有些妈妈的话，给小孩都可以喂到2岁多，特别羡慕。月子书上的那个通乳的我做了，正方偏方我都寻了，黑豆熬汤啊，那种什么那种我也尝试了。吃中药，做按摩，中药的话也特别难喝，我都是捏着鼻子喝的。只要是你的有奶水出来能够好，我就觉得我都愿意去做，去尝试。原来也有3-4组，而且2个都是可以往外像那个喷水池一样能够喷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特别高兴。喂奶的那个时刻，我觉得还是挺温暖的，挺暖心的。很多时候我在抱我女儿的时候，我都是硬挺，如果不是抱孩子，我肯定是躺在那儿。他一醒他就哇就哭了，嗓门大的要命的，祖宗一样的，满世界的就找那个奶头，其实就是一头母牛一样，挺好的。一边喝他就可以发出咕咚咕咚的那种声音。哎，我一下子感觉自己像个圣母玛利亚一样，有个小生命对你特别依赖，挺自豪的。自己怎么样无所谓，哪怕丑了老了什么的，有女万事足。高龄妈妈做得非常的值得。